交错级数的判别法。那么什么是交错级数？我们在以前讲例题的时候，我们一负一啊，一减一加一减一，这种就叫做交错级数。交错级数就是我们级数可以写成这种负一的 n 次或者 n 减一次啊，就是负一的时候 n 这个多少次，然后再乘上我们这儿写上 a n 啊，我们可以写成这是 a 一减 a 二加上 a 三减 a 四这种，这是交错级数。那么对于交错级数，它总是正一项负一项，正一项负一项，所以它的这个它的级数，它有一种比较好的判别法。我们叙述成定理，我们叫做交错级数判别法。或者莱布尼兹判别法。啊，它的说明，它的叙述是交错级数满足两个条件。啊，当然说这里的 a n 是大于零的啊，大于等于零，这是 a n， 这是 n 减一次 ，a n 是大于等于零，满足两个条件，第一个是我们的 n 趋近无穷大的时候 ，a n 是要等于零。就是它一般项也要趋近零啊，如果不趋近零，对我们直接用级数发散的，用级数发散的充分条件就可以直接判断它是发散的。第二个条件是 a n 加一要小于等于 a n， 后一项的绝对值小于前一项的绝对值。那么我们说，这个时候我们说级数，这两个条件。那我们得到这个负一的 n 减一，这是 a n， 这是收敛，这是交错级数的判别法。那它的证明实际上也是转换成正项级数来算，这两个条件啊。一个是跟我们这个收敛级数收敛级数的必要条件，另外一个我们要知道它有一个单调性。那它证明我们是先取一些特殊的，比如说我们先看S2， 我们相当于是把每两项括起来， S2 就是 A1 减 A2， 这是大于等于零的。因为 a2 小于等于 a1， s4 等于 a1 减 a2 加上 a3 减 a4， 我们把这括起来，它也是大于等于零。但是我们知道 s4 它是大于等于 s2 的，因为 a3 减 a4 减 a4 大于等于零。那所有的我们就知道 S2N 是大于等于 S2 的 N 减一，而且我们知道 S， 那我们另外一个我们是所以我们这么说吧，所以 S2N 这个级数是单调增加，而且 S2N 它是大于等于零的。
好，那我们要看它的上，它的上解。那么又因为 S2n 它可以写成是A1 减 A2 加上 A3 减 A4 一直加到 A 的二S2n4 的话，那么就是2n 减一再减上 SA 的 2n。 那我们把第一项留出来，那么是减去 A2 减 A3 再减去 A3 减 A4 一直减到 A 的一直减到 A 的 2n 减2减去 A 的 2n， 最后还减去 A 的 2n。 那么所有的括号里面的都是正的，我们这个我们也可以看成是一个括号，所以它是小于等于 A1 的。那我们又知道，所以我们说 S2n 有上解 A1， 它有了上解，所以这个 S2n 这是有极限。单调，单调有界数列，它是单调有界的数列。啊，单调有界数列它是有极限的。所以我们看偶数项的这个部分和数列它是有极限的。那么我们另外看一个 S2n 加1呢，它有没有极限呢？那我们直接去算一下 n 趋近无穷大 S 的 2n 加1，那么就是奇数项的奇数项。那么我们知道 S2n 加1是等于 S 的 2n 再加上负一的这个是负一的 2n 那么就是 A 的 2n 加1。那我们因为 S2n 有极限， A 的 2n 加1它也有极限，所以根据极限的运算法则，我们可以把它拆开 n 趋近无穷大 S 的 2n 啊，我们这 S2n 的极限我们记住 S 吧，再加上的极限 n 趋近无穷大 A 的 2n 加1。但是我们知道 n 趋近无穷大的时候 A2n 加1是等于0的，这因为这是我们第一个条件，所以 S2n 加1的极限也是 S， 所以我们就知道 S2n 和 S2n 加1都有同一个极限。那我们根据这个极限的这性质，它的所有的奇数项，所有的奇数项子列和偶数项子列趋近同一个极限，那么这个数列本身就是有极限的。所以这个 SN 有极限 S。好，这是我们交错奇数的判别法。那我们要判断交错奇数是不是收敛啊，这两个条件缺一不可。那我们可以看一些例题。我们的奇数，我们的调和奇数，交错的调和奇数负一的 n 减一，这是除以 n， 这是收敛啊。因为这个很显然 n 趋近无穷大的时候 n 分之一是等于，而且 n 加一分之一 k
肯定小于 n 分之一，所以这个级数收敛这是第一个。那么类似的 n 如果从一到无穷大，这负一的 n 减一除以根号 n 它也是收敛的，这些是我们可以直接判断的出来的，用直接可以看得出来它是收敛还是发散。那有些题是有些它并不是那么明显，例如说我们判断级数，这样的级数 sigma 这是负一的 n 加一啊，一加上 n 的三次方，这是 n 的平方，是否收敛？这个级数我们就有点麻烦，这不像我们前面 n 分之一啊，根号 n 分之一，我们直接看后一项，它自然就比前一项要小。但是这个级数，那么 n 在增加的时候，分子在增加，分母也在增加，那我们要判断它怎么样？判断它的单调性。那我们可以首先判断，从第一个条件，我们首先判断它的 an， 它的极限是不是趋近于零？这是 n 的平方除以 n 的立方加一，这是等于零。好，第一个条件是满足的。那么第二个条件 an 加一是否小于等于 an？ 那这个怎么判断？这个不是很明显的，你直接把它 n 换成 n 加一，这个我们并不能判断出，我们并不能直接判断出。那怎么判断呢？我们用函数的这个单调性去判断。我们令 f(x) 等于 x 平方，这是一加上 x 的立方。那么如果这个函数是单调递减的，那么自然这个是单调递减。那么 f(x) 的导数等于什么呢？那这是一加上 x 立方的平方，分子的导数乘上分母，减去分母的导数，那么就是 3x 平方乘上分子。好，就会等于什么呢？就是 x 立方加一的平方，分子就会变成 2x 加上 2x 的四次方，减去3x 的四次方，减去 3x 的四次方啊，是 3x 四次方 ，2x 四次方，所以是 2x 减去x 的四次方除以 x 立方加一的平方，我们可以把分子提一个 x 出来，就变成二减上 x 立方，这是 x 立方加上一的平方。那我们看一下 x 大于零的时候，那么也就是说这个时候 x 的立方小于二的时候，是这个 f(x) 是单调递减啊，单调增加。当 x 立方大于二的时候 ，f(x) 是单调递减。那也就是说，所以我们只要 n 大于等于二就行了。只要 n 大于等于二，这个 n 的平方除以 n 的立方加一是单调递减。所以我们就知道了 n 的平方除以 n 的立方加上一所以我们可以知道，那直接写成 n 这是
加一的，这是平方啊 ，n 加一的平方除以 n 加一的立方加上一，它是小于等于 n 的平方，这是 n 的立方加一的，所以我们说这个 a n 加一是小于等于 a n 的，当 n 只要大于等于2就可以了。所以我们第二个条件也满足，所以这个级数收敛对这个我们是一个例题，我们就是要我们可以单独拿出来说的就是判断单调性。它的方法当然第一个是直接计算，直接比较或者直接计算，或者是直接比较啊。第二个我们就是说，如果 AN 是等于 FN 的话，我们判断，我们取 fx 用 fx 导数来判断，就是说如果说我们不知道，我们不是很明显的单调性，我们就用导数来判断。我们知道导数大于零是单调增加，导数小于零是单调减少。好，这是我们的这个交错级数，但是交错级数我们还有一个它的这个叫做误差，这个因为比较容易得到。S 它的和减用部分和去逼近它的和的话，它是小于等于 a 的 n 加一的，这个直接可以看得出，因为 S 是等于我们 sigma n 从一到无穷大，这是负一的 n 加一，这是 a n， 那么 S 是等于sigma k 从一到 n， 这是负一的 k 加一吧，然后 a k， 那么 s 减去 s k， 减去 s n， 它的绝对值是这个绝对值 n， 那么就是 k 从 n 加一开始到无穷大，这是负一的。那么是 k 加一 a 的 k， 它是等于什么呢？等于 a 的 k 加一减去 a 的 k 加二加上 a 的 k 加三减去，那我们可以把它写成 a 的 k 加一减去，这是 a 的a 的 k 加二减去 a 的 k 加三，这种我们每次都是减，那这个是小于等于 a 的 k 加一，就是我们用部分和去逼近它的这个和的话，那么它的这个误差就是它下一项，这是 a 的 n 加一，n 加一，这是 n 加二 ，a 的 n 加三，啊，这对交错级数，我们去估计它的误差是比较容易的，这个理论上很容易。